大家好，我是金麦，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又来到我们好事多零食开箱，我在网络上购买的两个非常好吃的饼干，一个是好事多常年销售非常好的零食奶油千层派，另外一个是日本的乳酸夹心饼干。这一个乳酸夹心饼干是新品，然后是奶油千层派，是已经贩售很久了，如果有特价的话，大家都是非常推荐这一项的零嘴，因为它据说是非常好吃的，不过我还没有吃过，等一下我会试试来给大家看看。节目开始，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购买心得。我自己个人的购买习惯的话，我进卖场我会先去美妆保养品那个区域，为什么呢？因为你常常会发现意想不到的特价，就是价钱会非常的低，甚至到五折，所以我的洗发精啊，然后沐浴乳啊，都会有多的备用品。那这都是我在好事多逛的时候特价买来的，所以你用起来的话就非常的开心，因为它的有效期限还不会说到很短哦，甚至连一两年都有。所以那你们就建议你们可以先到美妆保养品的话那边先寻宝看看。好，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阵子的退货经验。前阵子我有在卖场购买铺马的长裤，我在那一次购买的铺马长裤买三件。好，因为好事都是没有试衣间可以穿的，所以我购买之后就回家试穿，是我们家里的人要穿，是男性，所以我请他试穿之后发现有一件是偏大件，然后就请我下一次卖场的时候去退货。好，那我大概隔了一个月，连标签都没有拆也没下水，我就拿去退货。就像服务台那边的话，我就会跟他明确的说我是在几月几号购买，然后是什么商品这样子。但是他查了一下条码上面的货，就找不到这一件的货。我说怎么可能，这件明明就是你们好事多卖的东西，那我现在拿来退货，你说跟我讲我没有这一件货，那是我没结账还是你们没有刷到呢？结果他后来细查了一下，就发现我买了三件铺码的裤子，他应该是条码他重复刷了两件，所以等于我两件不同价钱的铺码裤子只刷了其中一件的铺码裤子价钱，另外一件就是我要退货那一件根本就没有刷进去。我有一点点吓客，因为我没有当场去对我的价钱是我的不对，可是我也觉得为什么结账是这样子。后来经过我的解释之后，他们就也是同意说让我退货。哇，所以还是请镜头前的大家，在你购买你的商品之后，当然要对一下你的商品列，因为有时候是真的是收银员太忙了，然后你自己的话要多注意一下商品列的金额，保护你也是保护我们。那现在不会废话不多说，我们来开箱零食吧。我们先来试吃新品饼干乳酸菌夹心饼干。这边中间有一个小男孩，听说是国民饼干小男孩。它里面一盒啊，里面有三，就像这样子的三大包。然后每一包的话，它是有说明说会有22包，像这样子的两种口味的饼干，一个是草莓乳酸菌，一个是原味乳酸菌。那我先来试试看看这个乳酸菌饼干，听起来好像很健康哦。先来试试原味的，闻起来有一种奶香味。然后打开的话，它一包里面还有两小块耶，像这样子的小饼干。那小朋友的话也可以自己一手掌握，闻起来好香哦。很好吃耶，乳酸饼干很好吃耶，
乳酸香味很重，饼干不会过甜。不过我是蚂蚁人啊，我觉得不会很甜的饼干应该是还好。夹层的乳酸夹层，哇、哦，拿开来，它给的很多哦，不会说给一点点而已，看是给满满的，很扎实的一层夹心。它闻起来，你就是会闻到像乳酸牛奶饮料一样的味道。听说每一包里面啊，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乳酸菌，可以买给小孩子吃，这好吃，原味的很好吃。我们现在开草莓的来吃，它一包里面就只有两种口味而已。哦，对哈，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是不太敢吃草莓饼干的。我先闻一下哈，我很怕草莓化学味道的东西很重。我会吃新鲜的水果草莓，但是饼干的话，哎呦，草莓香，草莓优酪乳的感觉，不知道草莓味道会不会很重，闻起来是真的很香啦，会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零食一样，吃不出来草莓的味道，就有一点点带酸的乳酸菌，比原味的还稍微酸一点点，不过它草莓香还蛮重的，我敢吃欸，好好吃，这乳酸饼干好好吃哦。小朋友应该会更喜欢欸，不愧是日本的国民饼干，非常的推崇，它的夹心是满满的夹心，不是只有一点点的，不作假，而且不小气，是很大方的夹心饼干。这价钱很便宜耶，卖场里面啊卖299有三包，你会觉得299这一包要100块，然后22包会贵吗？其实我觉得很便宜，真的是很值得买，不会觉得很普通哦，我觉得很好吃，很值得买。你们可以买回去给你们家的小朋友吃，自己吃也开心，好好吃，好好吃。这个我金牌会推荐给大家，299没有特价，我也觉得非常的便宜，值得购入。那我们现在来试吃长期销售的零食，生奶油千层派。每一盒里面有九包，然后都会有做这种独立包装。那你肚子饿，你就可以拿其中一包出来。纽西兰100%的生奶油，不加入一般的人造奶油，所以它的奶油香应该非常的重。我们再打开来看一下，为什么他们都说这很好吃？不、哦，有八个。它的表面上面裹满了一层薄薄的千层派，基本上它就是有千层口味，所以基本上没有做到很难吃的话，都是还不错的吃法。你有看我吃吗？我一咬下去没有掉屑屑，代表它这个千层做的比较扎实。我很讨厌吃像类似很会掉屑屑的东西，像蛋卷，你要吃要拿一个这个东西这样接，小朋友吃起来就觉得整个就是要打扫，很烦。它上面有裹一层白糖，然后没有很甜，这个千层吃起来蛮扎实的，很香，很好吃啊，好吃啊，奶油味很香。健思这个牌子啊，它有卖一个非常夯的零食，就是仙山薯也是我很喜欢吃的零食啊，不过它的价钱大概也比较贵，好吃。比较不爱吃甜的人应该觉得这一款千层派有一点甜，因为上面就整个就是裹了一层的糖，它配无糖茶，不过它真的很香，很好吃，很脆，很扎实的千层派，我觉得很好吃，吃完全没有掉屑屑，你没有发现吗？真的、啊。好啦，我们现在总结一下这一个乳酸夹心饼干，很好吃，是新品。生奶油千层派的饼干也是很好吃，这个有时候在卖场会做特价，可能会减个60-80元的价格、啊、如果你们有选择零食障碍的话，你们可以听我的，就是可以去选择这两项的零食商品来做品尝。好，今天开箱就到这边咯，我是金派，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在下方订阅留言，
然后忘记要帮我分享，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